冲啊！嗯，妈嘱咐你呀、啊，在人家家里头啊，凡事要长个眼力劲儿。你打小啊脾气就倔，你认准的事儿啊，那八匹马都拉不回来。哦，这可不行啊！嗯，还有啊，自个儿得多注意身子，别半夜起来呀、啊、就喝那凉水。还有他们家那东西啊，全往冰箱里头放，你别拿出来就吃。你打小一吃凉的，你就闹肚子。妈，您今儿怎么那么絮叨啊你？我一嘱咐你啊，你就嫌烦。等将来妈没了吧，想听你都听不见。什么话呀、啊？这叫？你没听你人家说吗？啊，70有个爹，80有个妈，那才叫福气呢。对，所以我就一直有福气。给我吧。哎呀，冲啊！嗯，收拾好了。来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给妈磕个头吧。我磕什么头？你看，妈都要走了，让你磕个头，怎么了？要走了，我哪次我走了，我也没给你磕过头。怎么那么不孝顺呢？不是，跟孝顺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呀！不是，一不过年，二不过节的，我是大学生，我磕什么头啊？我。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怎么了，儿啊？妈这次走了呀，就不打算再来了。凭什么呀？我刚跟你儿媳妇商量好，说一年把你接过来住一次，一次住个俩仨月，让你住得高高兴兴的。你没听老话说的吗？70不留宿。妈都这年纪了，一天比一天岁数大，我也受不了这折腾。哎，再说了，住在人家家里头，人家嘴上不说，谁知道心里头乐意不乐意呀？没人不乐意，你儿子在这儿呢，你是我亲妈，谁干什么呀你？那我也不来了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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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依着你，不来就不来吧啊！我跟你儿媳妇，我们俩每年回田家庄行不行？哎，只要你不烦我们，我们一下住到你烦，住俩大月，住半年，行不行？你也不能老回去。
那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回去啊？儿子呀，你倒插门了，你就是人家的人了，嗯，就是将来妈百年以后去找你爸去了，那天你也不能回来，也不能给妈打孝子饭，也不能给妈摔哭丧盆。这谁定的规矩啊？这就是倒插门的规矩，打你倒插门的那天妈就想好了，咱们得守这规矩啊。妈现在看你啊，日子过得挺好，媳妇儿呢也贤惠，妈心里头知足了。那些呀都是迷信，只要你过得好啊，妈啥都不在乎。就是将来见着你爸，你爸他也不会埋怨妈呀，啊！妈就是一个遗憾。什么遗憾？想让你给妈磕个头。有事儿吗？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。大伯母，这没有你大伯母，只有陈总。我还是想叫您大伯母。我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，我想叫您大伯母。大伯母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别生气了。就是过来认错了是吧？那好啊，我听明白了，回去吧。大伯母，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，我是为刘烟来的。大伯母，我们俩已经不好了，你把他叫回来吧。你又在糊弄我了，是吗？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一直给他打电话，他都不接。我去他家找他，他也不开门。我偷偷去他工作的地方，
大伯母，你帮帮他吧，他真的特别惨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这是你来的地方吗？陈总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倒不合适您来。玉言，你听我说，公司项目亏损的事情责任不完全在你，是我让你走的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也许这一段我工作压力实在太大，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恐慌，所以我在处理一些事情上我不够理智。但是你走了，你的办公桌是永远空着的，我每天过来上班看到你的椅子，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寂寞。没错，这公司是我的，但它也是你的，是咱们俩这么多年来手拉手一起打拼出来的。这么多年，你在我的心目当中，我一直把你看成是我的女儿。你离开公司，我等于是自断手臂。回来吧，孩子，现在我需要你，公司需要你。陈总，我生活得很好，我在这儿工作很开心，起码没有那么大压力。我不想回去。钟毅说你过得很不好，他告诉我你在酒吧卖酒，我不信。可是刚才当我看到你一步一步向我走来的时候，我心碎了。孩子啊，你可是一个企业的精英，你是一个高级白领，你怎么可能跑到这儿来卖酒？哪怕就是我千错万错，但是你的前途是你的，你的名誉也是你的。你跟我回去吧，就算是你不肯再回我的公司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再给你找一份更合适你的工作。你不能在这儿，我求你，你就当一个母亲在这里求你，好吗？您不是想喝酒吗？我陪您喝。林冲，哎，不是。公司呀，能拿下度假村的这个整体设计项目，你功不可没呀！谢谢主任，谢谢黄总。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公司准备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分部机构，
那么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之后，想委派你出任我们分部机构的经理，任期暂定一年，就是你负责我们公司在非洲的所有业务。不，主任，我现在还在试用期呢。只要你同意去非洲工作，公司马上给你转正，而且还享受公司同等高层的待遇，年薪10万美金，怎么样？这个事儿太大了，我这样，我回去跟我们家人商量一下，行不行，主任？好吧，那尽快给我答复。好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。好，嗯，去吧。哎，什么？你要去非洲？啊，领导说，给我一个跟公司同等管理层的待遇，然后年薪是10万美金。多少？10万美金。10万美金？哎呀，老公你发达了！哎，你发达了！你也发达了。李超，这事儿你们公司定了吗？还没定呢，他现在就是一个意向。因为我不是前一段给公司拿下了一个度假村的项目嘛，他们觉得挺好的，挺看重我的，然后就说就想让我这么个去法。后来我就留了个活话，我说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嘛。我举双手双脚赞成，老公。好。你知道非洲有多远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我也没出过国，第一次出国就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不太适应。多远呢？坐飞机10几个小时。哎呀，睡一觉就到了。嗯。你知道非洲有多热，传染病有多多？前两天报纸不是还登了吗？光是艾滋病这一项，全世界它第一。艾滋病？美的他了，他敢。嗯。那他去了非洲，怎么把你一个人在家里啊？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？哎，那行。你们不这是在胡闹吗？啊，你们那小家你们不想要了是吧？哎呀，不就一年吗？又不是不回来了。我还去过英国一年呢，我们俩不也好好的吗？哪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？一年一年，他那的政治局势是最不稳定的，天天打仗。去吧，啊，去吧。还不因为他是外地人，他们公司人是欺负他，没有人要去地方让他去。你妈的意思是说呀，非洲那个地方啊，他落后，他艰苦，条件很差。所以天仇啊，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。不过魏红，我倒觉得这年轻人，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，出去闯荡闯荡，未必是一件坏事。当初咱们年轻的时候，不就是响应党的号召，四海为家，上山下乡吗？再说了，这个事儿也还没最后定下来嘛。这事情实在来得太突然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我们再商量商量怎么样？小田啊，你去非洲的事儿和家里商量怎么样？我还没来得及。早两天晚两天没关系，不过呢，你早一点下决心，公司里可以早一点给你转正，还要送你进行涉外经理人培训，还有签证什么的。我明白，我尽快。小田啊，去非洲工作可能会辛苦点，不过你年轻嘛，应该吃得起苦。我保证，一年最多一年的时间，等那边的工作呢上了轨道，我就想办法把你调回来，因为我觉得你的能力还是在国内发展比较有前途。啊，那您为什么还让我上非洲去啊？在国内干，像你这样的3、4年都不一定进得了公司的中层，如果去过非洲那可就不一样了。你可以尽早的进入公司的领导行列，尽早的参与公司的策划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，这才是我让你去非洲的真正原因。您对我太好了，田冲啊，你的执着和能力我非常欣赏。其实我们公司里非常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，如果有一天你和我来共同领导这个公司的事务，那才是我们事业的开始。所以啊，
你要非常重视这次非洲之行。哦。阿舅，还是你这外甥有出息啊！那是，您多就他一张嘴，马上就得汇钱呐、啊！当然了，不敢不会了。以后您再赌啊，就不怕输了。哎，有您这倒插门的外甥给您撑腰呢。你吃屎了吧？怎么这么臭你嘴啊？我臭，因为把我媳妇熏跑了。呸！呸！呸！哎，你跟谁发脾气了？啊！呸！别赔了谁呀、啊？这是啊！这大岁数，你说干什么？啊！吃屎了，这不是？小伙，走，上家去喝两盅。什么玩意儿？他们这是？别说，走，我有事儿。有不差一会儿，走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事儿呢。不差这一块儿啊！哎，你跟他们生气？不是跟他们生气，挺大岁数，不会说人话。不敢再这么静了啊！不敢再这么静，我跟你说，我担受不起。那就慢点。哎呀，再来整一杯啊！再整一杯，嗯，再整一个，整一个。哎，好，来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是个亮眼见长呢？哎呀，天天你这个都得学呀。行了，吃菜，压压酒。我就好这口。三杯酒下肚了，有什么事说吧。不急，来，再整一个。你别整了，赶紧说，有啥事说。没事，再整一杯。哎呀呀，弟妹，你不能再整菜了，你不够了，够。没事。别客气，多吃点儿。怎么了？行了，你别说，你再掂量俩菜啊。哎，慢点儿，你。哎呀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老哥呀，弟妹命苦啊，这刚过上几天好日子，长东西了。看了没有啊？看了，我县医院也去了，包括附近那两个县的医院也都去看了。那这怎么说呀？咋说？一个医院说一样，有的医院说吧，得手术给嘎喽。还有的医院说吧，不能手术，得住院观察。那还有的医院说的更可怕了，是吧？癌症啊，喉癌，绝症，根本治不了。我现在都懵了，我不知道咋办好了。现在那不行，那也得看呐，你总得看出个结果来呀。是啊，我这想来想去，老哥，就想起你了，就你能帮我呀。我寻思跟外甥说说，他们那个地方大，医院也多，你给联系一个大点医院，我就领你弟妹过去。兴许能治好，啊！死马当活马医呗，没办法了。你今天请我喝酒就为这事儿？你我跟你说，你这混蛋，糊涂蛋，知道不？干啥呀？相里相亲的啊？你这不耽误病吗？你把人耽误了可咋整？行了，你在家等信儿。不，老哥，你去完再走吧，不差这一会儿啊！啊，这事儿好办。你还记得上次我胳膊受伤的时候，你陪我去医院包扎，碰见的那个沈叔叔吗？我记得呀，咱妈不是后来生病了吗？我送医院去，也是那个沈叔叔。求他帮忙啊！哦，那好啊。老公，村长两口子到苏州以后，住在咱们家吧。这可能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去跟我妈说，你别管了。好。哎，我怎么发现一练了瑜伽之后，你都不说人话了呢？呼吸，
从这山道路限制，知道吗？慢点，闲没事没事啊，昨天是到了店里啊。哎呀，大伙你都过来了，你看老嫂子，多亏天空这孩子给我联系了一家大医院，联系上就好啊，那瞧病要紧呐。是，弟妹啊，你可得放宽心啊，大地方啊，办法多，那说不定到那儿咱这病就瞧好了。是，对，是啊，是啊。那个啥，村长啊，完了见了天冲，把这给他。不，拿回去拿，我这带一袋子拿着。哎呀，村长啊，我一粒一粒给儿媳妇挑的，你给带上。是，你拿上吧。那我就拿着啊，那我就上车走了啊。你慢点，慢点，回吧回吧。路上小心。哎哎，对呀，老哥，那个孩子上什么话吗？不了，咱打电话啊。好，老哥，那个咱们老病了，哥，走。小心！还看啥呀？家走吧。哎呀，怎么跟自个儿要去一样？人家那是瞧病去，你要是自个儿去，要是能看见儿子啊，看见我的乖媳妇儿，那病了又咋着？你要实在想他们，我打个电话把他们招呼回来，看您一趟不完了吗？忘了我怎么嘱咐你的了啊！我想归我想去，可不能惊动孩儿他们，孩儿有为难之处啊。这就怨你了，那就是您想，该您想着去啊，您活受罪儿。走吧，回家。哎呀，不行，这田中不是没事找事干吗？他妈妈、他舅舅来住住也就算了，现在村长和村长的媳妇也要来，来。就在咱们家大门口，索性就挂一个“田家庄住苏州办事处”就算了吧。还是苏州办事处。哎呀，妈，哎呦，你想啊，田冲在我们家一直照顾我爸，那他妈是真没人照顾。幸好村长媳妇没事就过去照应着，是不是？现在人家生病了，又不是来咱家玩，又不是再也住着不走了，还真是生气。你看，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。哎呀，病了就让他去住医院，要不我给沈叔打一个电话，我们在医院里头包一个病房，费用我来出。那是钱的事儿嘛，这不是一回事儿。舅舅都已经答应村长了，说咱们家有多大多阔气，说田冲在咱们家有多神气。你这倒好，来了连门都不让进，这不打人家脸吗？那他妈妈和舅舅在村里还怎么做人啊？连头都抬不起来。好人啊，就让你们做了。我是担心他们来了以后，把我们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，到时候我替他们擦屁股都来不及。不会的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肯定不让你不高兴，行不行？那这样吧，你去跟你爸商量。爸要同意的话呢，我认了。你说的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天哪，你这家伙比我们村委会大多了，你这。哎，叔，哎呀，来了。这是我们村长，这是我婶儿。哎呀，老哥哥，哎呀，村长，先麻烦。哎呀，哎，对，来，那什么，你来的时候，你婆婆非让给你带着大枣，让你尝尝。给我的啊，一个一个挑出来的啊。农村也没啥好东西。太客气了。哎，对，哎，田婆，哎，你带着村长他们到客房去休息吧。好啊，好，哎，跟我走。休息休息。好。哎，你瞧这房子啊。小秦啊，房东了，准备饭菜了。哥，哎，来，喝点水。咋样了？哎呀，坐下，别紧张啊。不紧张，手都哆嗦。没事，千万别紧张。哎，我找了沈叔叔，把这医院里最好的肿瘤科大夫给婶看的，他们的结论是最权威的。是，有你们在，我放心了。就算是癌，发现的及时，还可以切除呢。哎呀，是，
现在科技可发达了，心脏都能换，这不算什么啊！谢谢谢谢，真的真的，是心脏都能换。嗯，哎呀，那这医院可了不得是吧？来，先喝口水。不渴。哎，你出来了？怎么样啊？你先去办下手续吧。对，那我去吧。好好，那你喝点水吧，孩子，拿包。别着急啊。没事，大爷别担心，没事没事。病人喉部肿瘤完全排除癌变，你就可以放心了。哎呀，你吓那样，没事了。没事就好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的县医院大夫啊，说他得的是癌症，可把我给吓坏了。大夫，这没事就好。说大夫，你没看错，真没事吧？错不了，不过病人需要做一个喉部肿块切除手术。大夫。还得手术啊！别担心，很小的一个手术，我明天就给他安排，过两三天就可以回去了。哎，好，谢谢梁医生啊！那谢谢大夫。阿姨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非得跟你说不可。自从村长他们来了吧，家里的马桶盖子上啊都是脚印，他们上厕所是蹲在上面的，走廊里啊到处是他们吐的痰，有一次我踩了一脚，差点还摔一跤呢。他们的房间门啊根本进不去，一打开熏都熏死了，都是那臭袜子，他们会好几天不洗的。阿姨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阿姨来了。探头探脑的干嘛？进来。是谁向我做了保证？保证不会让我不高兴的，那你去看看，现在马桶圈上全都是脚印，臭袜子扔得满地都是，走廊上也有，还在楼道里高声嚷嚷，还唱歌呢，随地吐痰，花园里也有，累得小琴就想辞职不干，就是，请你告诉我，我是继续的让他们在这住，还是让我搬出去住？要不我打110报警。小琴说，小琴说，小琴说。你别以为你每次这样就能了事儿。明天你自己，你看着办。哎呀，哎呀妈，哎呀，你咋跟他说？哎呀。没事啊，没事，快坐下，别动，来，杨伯伯，你坐着就好了，坐下，来，哎呀，你怎么的了？哎呀，迷糊了还是怎么了？不是没迷糊啊，别喊了，麻了，都你麻了，哪条腿啊？哎呀，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喊得出来呗，小子，你这里边吧哪儿都好，就蹲着不舒服，太高了，还没有板，你让给骗了。你这样吧，一会儿腿好了，你给我找稿，你刨了，咱俩块板儿。你刨人家干啥呀？人家那个是圆的，不是吗？马桶那是坐着的，叫坐便。那上面呲溜滑的，你蹲着你掉进怎么整啊？坐便？坐着的。你净瞎扯！你说都蹲50多年了，那往那一坐，出不来呀那玩意儿。哎呀，你说你们城里人呢，啥事跟我们农村都不一样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麻了！哎呀，
今天找你来啊，是想给你做一次全面检查，然后把报告发到美国去，听取他们的治疗意见。不用这么复杂吧？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想我还是应该去美国治疗。要是这样啊，我今天更要给你做一次全面的检查了，然后呢，做一个详细的病理分析报告。好，今天就听你的。走吧。妈，田冲，找我有事吗？我就是来谢谢沈大夫的嘛。田冲啊，你的老乡怎么样了？那个村长媳妇儿，那个梁医生给他们安排了明天的手术，然后手术完了就回去了，说是没事儿。那就好，谢谢沈大夫，别客气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了，我就来谢谢沈大夫的。那你心意到了就行了。沈叔叔是我的同学，我会替你好好谢谢他的。那你回去吧。哦，走了，沈大夫。好，慢走了啊。这孩子不会知道了些什么了吧？就怕是纸包不住火呀。他要是真的对你的病情有所质疑的话，他还会找时间来找我查清的。到那时候啊，还真的是麻烦了。天初，这地板你拖了有一个多小时了吧？怎么，有事儿吗？这你就说嘛，吞吞吐吐干嘛呀？你这个孩子。妈，您最近身体好吗？你希望我有事儿吗？没有。这不是，就是，今天我不是去医院吗？然后我看见沈叔叔了，也看见您在沈叔叔那儿吗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想起问这些呢？不是。就那个那两天您不生病了吗？然后不是我给您送过去的吗？后来不就是沈叔叔给您看的病吗？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不知道您今天又去医院找沈叔叔，是不是你就不舒服了？没事吧？你看我现在像有事儿吗？我明白你现在说话的意思，你不会以为我得癌症了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跟沈叔叔是朋友，我到医院里去找他聊个天，那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你还真有联想，你好事情你不想，你坏事情你瞎猜疑，你能不能把那些联想用在你自己身上啊？没事的话就早点休息吧。桶，哦，水桶。CRCT 的结果来看，你的症状很危险，你必须到美国做切除手术，只有这样你的症状才有可能好转。你是说切除？
从来没想过。往那放。多少菜？一二，够是吧？那这给我。哎，你俩怎么在这忙活呢？哎，你看书买了啊，多好！来，快正好帮忙忙，快！不是谁弄的呀？我弄的。你从哪儿弄的呀？从哪儿弄的？从市场买的呗。还从哪儿弄的？来帮弄弄。你买这玩意儿干嘛呀？你这话问的，买这玩意儿吃呗。不是你别问婶儿，你别忙，我不要。都什么意思这是？不是，这不要走了吗？啊！添了这么多麻烦，我寻思我俩买点东西答谢答谢你们全家。谢谢全家啊！就是，你说买多好啊！好肉是不是叔真不用，你看我婶儿本身啊病了，然后呢她到咱家来治病，我们也是应该应分的。你在这治了病了，然后你在这住了玩了高兴了，我们也跟着高兴，我媳妇高兴，我爸我妈也高兴，你犯不上，你不要这样。对，正因为大伙都高兴，病也好了，才热闹。高兴他不是说吃饭他就能高兴，你不用这样。怎么高兴啊？唱个跳舞我又不会，就行了。来快弄弄。叔啊。那我跟你俩说实话哈，我们这个家呀，它有个习惯，嗯，晚上啊吃点清淡的，汤汤水水的，弄点菜呀，弄点粥啊就行了。我丈母娘就觉得呀，说晚上要吃点鱼啊肉啊，这个大鱼大肉的，把胃撑那么老大没意思。你不懂，啊，他们呐是不愿吃你们当地的肉，吃腻了。我今天特意跑了大半天，买的是咱们老家的羊肉啊！在于谁家的肉呢？你别管，哎，这肯定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，给管不行。叔，你听我说，这绝对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听我的吧，不行，咱这样，那个这样，叔，你听我的，咱们把肉，咱把这个拿到你房间去，咱晚上我陪你俩偷摸的吃，行不行？你不有啥坏事？你什么还偷摸？来，给我把车扔这儿，给我，肯定，哎呀。心事过重而走。
清晰。